好，那各位来宾，我们即将开始。然后没有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有请各位来宾，请你们起立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。哎，那新郎和新娘，首先呢，我们要欢迎就是我们哦，新郎以及新郎的妈妈，各位来宾，我们为他们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那各位来宾，请你们继续的拍手，好不好？欢迎他们，哎，俊帅美丽，哇哦，今天我们的男主角哦。鼓励鼓励好不好？谢谢你们两位。那现在证书以后呢？哎，是的，来我们新郎新娘，欢迎来到我们中央。吴尚凯先生和许婷婷小姐，你们今天是自愿来这里结为夫妻，我有责任提醒你们，按照我国的法律。结婚是一男一女，自愿结为终身伴侣，不涉及其他人士，明白吗？吴尚凯先生，你是否愿意接受许婷婷小姐为妻，并在合法的婚姻地位上生活在一起？我愿意。在你们两人都在世之年，你是否会一直爱他、安慰他、尊敬他、赡养他，并秉绝所有其他的人，永远对他忠实？会。来，我要听一点掌声。他已经上海已经说是了，重要。许婷婷小姐，你是否愿意接受吴尚凯先生为夫，并在合法的婚姻地位上生活在一起？在你们两人都在世之年，你是否会一直爱他、安慰他、尊敬他，并秉绝所有其他的人，永远对他？许婷婷小姐，现在你可以把这个赠给尚凯先生的这个戒指戴在他的左手无名指上。好，现在我们先把桌子那一边先。在这个婚姻证书上签个名，然后再做这个宣誓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也邀请两位重要人物，那两位证人。先来，先在这个婚姻证书上签个名。新娘先去留步好不好？我们尽量。
好，我们全家拍一张。好，我们南，好，南方全家来拍一张好不好？南方全家，坐坐一下，我们看得到后面。坐坐，好，朋友你们可以坐坐，好不好？还有是南方的家人，来来来来来，谢谢你们，我拍个大合照，所有的全家福啊，来来来。是舌头，还有好，这里还有一个空位置，是的，谢谢你们啊。恭喜吴先生吴太太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这个先生官和我们两位拍照片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有没有？帅哥，这么年轻，应该还没结婚吧？你又在找什么白痴呢？好不好？来，这位吗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呦，都是美女哦，两位啊，哎呦，好来来，两位都是美女哦，现在有三位美女了，哎，还有加上你哦，好，来，还有吗？我们有男生吗？还有男生吗？哎，恭喜你，哎，哇，来来来，三位美女，两位帅哥，哎，我告诉你们，可能我们要需要找多三位。好不好？找到三位，哎，前面这位，恭喜你！哇，长得好聪明啊！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哇，帅哥就是你了！我告诉你，今天呢，好，我先不告诉他们，好不好？好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哇，都是帅哥，都是帅哥啊！好，还有其他人吗？还有没有谁？来来来，不要紧，人多热闹嘛。